近日，张子天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照了，他不像其他明星那样经常出镜，但他的每次出镜都比明星还要上热门。这次晒出的是自己的化妆照，很快就引起了小伙伴的围观。奶茶妹妹如今的变化真是不小啊，看这一次的贵妇气质惊艳。照片中的张子天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，十分的得体好看，把身材衬托得非常纤细，一看还是那个年轻少女。照片中的张子天正在涂口红，他还特意剪了刘海，一如既往的将头发扎成了丸子头，青春气息扑面而来，一看就知道张子天肯定要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。与刘强东结婚后，张子天花了很多时间来提升自己。在学习上，他前往剑桥大学深造，在媒体塑身方面，他坚持锻炼，练出让人羡慕嫉妒的臀部和肌肉线条，很自我约束。尊严方面，张子天则是看准时尚界，多次参加潮流主题活动，和刘嘉玲和章子怡等明星交谈甚欢，不愧是京东的老板娘。英文速递整理报道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